台中警方在深夜巡逻的时候拦查到一个在庙前徘徊的男的，查询电脑资料发现照片是他本人，但是说已经除户了啦。警察就心里发毛，农历七月要到嘞，最后逼问了十几分钟，男子才坦诚说自己被通缉，才会谎报已经过世的双胞胎弟弟的身份证字号。